好，那我们开始今天这个上课。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课本身基本上我们的 online 大概我们会有两个大部分，一个是扩散，一个是相变化。那下面的这些 textbook 跟 reference 的话，红色的部分是两本我参考比较多的这个textbook。那如果你要去图书馆找都 OK 找得到 OK。 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大部分就是按照我们的 handout 来上课，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有一些 reference 的话有一些资料会从那个连过来。那基本上我会把用到的参考的资料的 hard copy 我会用 IMS 会传给大家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课部分的讲义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讲这个扩散相变化之前，尤其我们必须先理清楚一个热力学跟动力学之间的差异。OK， 那大家在大二的时候都修过热力学，那我们知道热力学在告诉你的事情是说，它在决定一个化学反应的方向。OK， 或者是说在决定一个化学反应到底它会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在热力学上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用它的 Gibbs free energy 是不是它有没有小于零，它的改变是有没有小于零，然后来决定这个化学反应是不是会发生，或者是甚至是决定这个反应的一个方向。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热力学研究基本上是都在一个平衡的状况。简单讲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variable， 就是说它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些变因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热力学上面的 equation 基本上你看不到时间的变数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在热力学上面来告诉你的，就像我刚刚讲过，就是说热力学它告诉你的会发生，但是下去我们就要看我们的动力学。但是如果热力学告诉你不会发生，基本上我们并不需要去看这个动力学上面的一些的 solution。 OK，那动力学主要是在告诉你，就是说，我到底反应的路径，还有反应的速率到底是怎么样 ？OK， 就是说我们的反应的路径，还有反应的速率去达到这个平衡。所以基本上动力学在处理的是大部分是属于这些非平衡的状况之下，就是说他想要达到平衡，那你到底要走的路径有什么？那这个走的路径里面到底速度可以到多快 ？OK， 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我们就要决定出我们到底我们的反应的控制的步骤是什么。因为如果今天它的反应的步骤是本身是一个串联的反应，也就是说 A 发生才会 B 才会发生，然后 C 才会发生的话，这个我们叫做串联反应。那串联反应里面的话，速度最慢的它就会变成是反应的控制步骤。那另外当然也有一个平行反应，平行反应就是说 A、B、C 会同时发生，然后这时候就是里面反应速度最快的会来控制这整个的反应。所以我们要就说要决定它的反应的这个步骤还有反应的速率的话，那我们需要知道到底谁是反应的控制步骤。那知道反应的控制步骤以后，我们又要知道就是说到底这个反应控制的步骤里面呢，它的控制的变数是什么，它的变因是什么。 OK， 比如说是把温度提高，把压力提高，或者是把时间拉长等等，这个是我们有兴趣我们想要知道的。 OK， 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一个薄膜，我希望把薄膜的长的速度把它增加十倍的话，或增加两倍好了，那我到底要改变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长一个 SiO2 的 film 在一个 Si 上面好了，那我要把氧分压，那到底氧分压要增加多少，我可以让它的这个涨的速度可以增加一倍。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变数，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基本上一个 kinetic process 的话，它就在研究一个反应的控制的步骤，另外一个控制的这个因素。Okay，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我们从 free energy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如果说我有这个是我的 reactor OK， 然后这边是我的 product OK， 就是说我的 initial state 在这里，这是我的 final state OK。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反应基本上的反应大部分会是
也跟两个变数有关，一个是它的kinetic factor， 另外一个是 thermodynamic factor， 而且是两个是相乘所的结果。OK，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把冰给凝固。OK， 那我们知道冰凝固的话，你如果温度越低，那可能凝固的速度不一定会是最快，因为你冰，我们知道如果说你的温度越低，那它的 drying force 越大，那表示它的 thermodynamic 的 drying force 是越大。可是因为你的温度越低，那你的 kinetic 速度变慢，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反应的速度并不会是最快的。那大家在上彩导的时候，常会有看到有所谓的 TTT curve 在钢铁的相变化里面。那钢铁的相变化里面，我们知道它基本上在某一个 undercooling 的温度，中间温度，不是最低温度，也不是最高温度下，它会有最高的反应速率。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你把温度拉低的时候，也一样，你的 drying force 变大，但是你的 kinetic， 你的扩散变慢，那你的这整个的 total 的反应的速率、并没有会增加。那如果 undercooling 比较小的时候，你的 drying force 变小，那你的 kinetic 速度变大，但是你的 total 的 reaction rate 还是没有变最大。所以它是在中间的中间的这个 undercooling 的时候，会给你最大的这个chemical reaction。所以我们如果从 deep freeze 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delta G， 我们说这个是 initial state， 是 final state。这个 delta G 就是所谓的这个 thermodynamic factor， 它决定了它反应的方向。因为我们从这里往这里走的话，基本上它的 Gibbs free energy 会往下降，所以 delta G 如果是小于零的话，基本上它是决定了你的反应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的话，你的 kinetic factor 的话是由这 Q 来决定。OK。这 Q 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所谓的活化能，就是 activation energy。 那这个活化能的高低决定了你的 kinetic 的反应的速度的快慢。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 kinetic 上面你的这个 Q， 我们从它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几率来看的话，它是会跟它的这个 awareness rate 的 equation 会有关系，就是会类似像这样一个 exponential 的负 Q over RT， 基本上他在讨论的就是一个他的反应的一个几率，就是可能会跳过的几率。那 Q 越大，那当然你能够跳过去的几率当然就变小， Q 比较小，那你跳过去的几率就更大，就变大，那当然你的 kinetic 的反应的速度就会变快。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用一个 diamond， 它用一个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就用 CVD 的 process 来成长的话，它的反应的反应物是一个 mesen， 就甲烷，然后跟氢，然后你把它给 deposit 在一个 substrate 上面，得到一个 diamond。结果我们发现这个 diamond 的 growth rate 跟温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它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Okay. 那我们如果把它取 natural log 的 growth rate， 然后跟你的这个温度分之一来做图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斜率，这个斜率就是等于它的负 Q over R。简单讲，我就可以由这个这样的结果，我可以来决定出它的反应的活化能。OK， 所以反应的活化能基本上当然这是用 diamond 的 growth， 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求得。我们要讲比如说一个 growth 或一个 nucleation，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得由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取得可以计算出它的活化能。那活化能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反应速率基本上可以由温度改变，或者是说我甚至可以添加催化剂来改变它的这个反应的速率。那当然就看你今天是吸热或放热反应，有时候我们增加温度它速度会增加，有时候降低温度它速度会增加。但是基本上在我们在讲固态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温度拉高大概反应速率都会跟着拉高，那这个的话就等于增加了它跳动跳过去的一个几率，就是说跳过那个 activated state 的一个几率，这可以了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给它添加催化剂，那添加催化剂的话，基本上它就是让它的反应的这个活化能，比如说从没有加添加加催化剂，它是这个 Q 蓝色的，然后加了以后它就变得这个红色，所以它的活化能就降低了，那当然反应速度就跟着被提高了。那这边有两个例子可以大家也做参考，这是一个 ammonia， 我们用铁当作催化剂，所以你可以看到 ammonia 它经过这个铁的催化以后，会让它发生，让它形成这个氮气跟氢气。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用白金或铑来当作催化剂，
然后可以把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然后让它跟一氧化氮，然后形成反应，形成二氧化碳跟氮气。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汽车里面的一个触媒转换器，我们用的基本的机制。什么意思呢？汽车我们知道，如果燃烧不完整出来的话，会排放出一氧化碳或一氧化氮，那这些都对人体有害。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汽车修理厂的时候，当他把车子抬高的时候，你就趴在下面看，你基本上会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大概这么大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触媒转换器。那里面的话就有用陶瓷当作它的基板，然后上面呢可能coating上的一层的这个氧化铝，那氧化铝上面的话就会有白金或铑来当作催化剂。所以当你汽车在开的时候，你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它没有燃烧完成完整的时候，经过这触媒转换器，它会排出来就是变成二氧化碳或者是氮气。这样的话就对人体没有害，它就排放出这个车体外面。那这个的话基本上也是要有这个催化剂来改变它的这个活化能，让你的车子在这么短的距离里面可以把一氧化碳还有一氧化氮，然后让它转换成二氧化碳跟氮气、okay。 所以这个是用催化剂来改变它的这个活化能，然后来提升它的反应的速率、okay。但是我们在材料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例子，就是热力学上面它 delta G 小于零，它要发生，热力学告诉你它发生，可是在实际上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现象它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它出现了一个叫做 thermodynamically favorable， 但是它是一个 kinetically unfavorable 的 phase transformation 或 chemical reaction。 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diamond， OK，我们知道这是 diamond 的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那一般的 graphite 的话是一个 2D 这样的一个的 structure。 OK， 那在热力学上面的话，像图上面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常温常压下的话 OK， 基本上 graphite 是稳定相，这是 diamond 它需要很高压 OK， 那 graphite 是稳定相，可是基本上我们并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 diamond 它去转换成 graphite。原因主要是因为 diamond 它的这个的能量是比 graphite 要来的高，所以 delta G 它会小于零，所以它应该要往 graphite 方向走。可是它的活化能非常的大，大到我们在有生之年看不到 diamond 它在做相的变化，转换到 graphite。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它是一个 thermodynamic favorable， 但是它是 kinetically unfavorable 的例子。OK。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玻璃，大家日常生活上面看到用到很多玻璃，汽车上面有玻璃，如果没有那个玻璃当作你的挡风玻璃，你也没办法开这个车子。那这个玻璃本身的话，它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叫做 super cool liquid， 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把一个玻璃，基本上如果一个熔融的玻璃，你把它慢慢的冷却，这是它的 melting point， 所以体积会往下降，然后当你再继续冷却的时候，它往这里走，它得到的结构基本上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 3D 而且 periodic 的 structure。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玻璃熔融液在高温下，我快速把它 quench，OK，、okay， 快速 quench， 我让它没有时间从这样的结构。OK， 去 form 这样的 periodic structure， 这时候我就形成了所谓的 non-crystalline 或是所谓的 amorphous structure。 那这样子的话，它走的路径会怎么走？它可能就往这一条线走，然后如果 quench 的速度比较慢，它走 A， 那 quench 的速度如果比较快，它会走 B， 那如果更快，那当然就会继续往上走，就是说它的这个体积啊，会接近于这个 liquid 的体积。 OK，所以基本上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把熔融的玻璃液 OK， 它可能是一个 SiO2 加上 B2O3， 就是 silica 加上 boric oxide， 然后加上一些alkaline oxide， 像 sodium oxide 或 potassium oxide， 你把它给在高温的时候让它形成熔融液，然后我把它给困起下来 OK， 困起下来，所以你在常温下的时候它基本上是 amorphous， 可是它一直有一个 drying force， 它想要变成 crystalline 的 material， 因为能量会比较低，
所以啊，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呢？比如说这是一个玻璃，你去把它给升高温，就是你把温度把它拉高，让它原子提高它的这个mobility， 那希望它是从 amorphous 的 phase 会变成 crystalline。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把一个玻璃从放到高温去做 anneal， 你可以看到它 anneal 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这些 crystal 就形成了。然后时间再继续拉长，你可以看到它的 crystal phase 就越来越多。OK， 那这个如果用 TEM 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边都是一个结晶像。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里面所做的一个玻璃陶瓷，就是它是 calcium oxide、sodium oxide、barium oxide， 然后加上一些的 boron oxide 跟 silica。那你把 anneal 的温度是在875°C。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玻璃本身，我们知道它想要变成 crystalline， 它的能量会最低。可是当你把它 quench 下来的时候 ，OK， thermodynamically 它希望变成 crystalline， 可是在常温的时候它就是没办法，因为 kinetic 的速度太慢了 ，OK。所以我们要让它 crystalline， 那我们就 crystallize， 那我们就把温度给提高，然后把它拉长这个时间，它就慢慢慢慢的就会去结晶 ，OK。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温度提高，其实你在正常的温度下你是看不到玻璃变结晶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 thermodynamically favorable， 但是 kinetically unfavorable。OK， 也就是我必须把温度提高，时间拉长以后，它才有可能又恢复了比较低能量的一个状态。OK， 所以这是另一个例子。那这些例子里面，其实当我们在讲这些 kinetic 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扩散，因为这是涉及到原子必须要扩散，包括我们在讲 diamond graphite 一样，你会有涉及到原子的一些移动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要来讲扩散的一个主要原因。 OK，